来想想，死神女。生愿流浪不测命，死神影踪寄山托，游钓一舟一愿说，论道到三爷母身家受用，做了园地。你这老不故事，叫得资深妇女，算将起来有20年了。不管，这李贵不但与你同根，还与你同命运啊！真是，同是天爷雷老神，下望何必曾相识？李贵。你也想不归吗？若一归根，怎知上进？这怕不归不罢了。
小有智慧，小弟有失有你王兄少计量。爷爷个兄，生于元神就名门山隐，才闻相要胜过龙琴。请请请，这位是赵世仁师兄，名为招呼大名金的色金，自称龙女盘都家之家。师的兄，你善于有名的小王长，名为名为。这位是道经女司令郎鲁玉师师兄，我是白衣云兄殷勤若兄夫，不寸冒昧，做一个不识字客，若兄不为见怪吧。正大人才，朝得正，罗公子在山阴的口碑，若有也就问了。是来我与尹康礼凡是佳女，家务与林真林月。当年孤从神明，今日将来心中上地到凌云。哦，郑大人是此言求，难得难得。家务心里一道，凌月逃得文章，何曾妈妈山林？他一向情人相太监，追名当今，金鼎重用，赵氏以下的将领，无关凶杀，还不知道吗？我有上面所闻，几乎天煞多病，过关烟云，夜莫甚闻。既有此事，也恐难阴招从明。请诸位叔叔随即长待吧。一杯薄酒，为吴国兄敬。吴国兄一付出，再起重恩，此刻愧首，三军集结。来来来，共敬吴国兄少一杯。三兄故意，若有何言？难得这名媛神位，不是与子贡共干一杯吧？好好，请请请。请今日三弟揽兵压境，吴关兄在外不思有救，我不挥毫抵死，以至生死，是此甚好啊！若有出于用力，不敢在子贡面前弄夫啊！哎，现实就现实，又不是靠吴状元弄生夫啊！区区有意在心，我是不为人事，也不为弄夫。请鲁兄先来一首吧。要我先来，鲁兄请啊。好，是此小弟先吹了啊。就有哈密就阵亡，自身终究我先上，举杯要祝情人香，臣死太平先靠他。哎，来来来，请停停停。哎，两位鲁公子在世面前令人敬佩，更难得在不拘平仄心口称师，三言两语此举非过。来香爷，接鲁公子莫让。是，这杯酒你一定要滚的咯。好，滚。哎，这下可能大吵凶了啊。孤城被罪，雷献亲，商女红裳年贬金，要向武城居而生，吹风第五苦瓦林。石正兄，皇室重器有国有民，学来好事，令臣恭请。来，我等共敬你一杯。廖丞相爷，官场万分，请。
这这这就问曾夫人所想能定，救谁能死？今日家位不知我等有因得令心俱烦。小弟什么谁能死？人家夸我是神童了，少知救谁能死，像是仙女下凡。吟唱一首，小弟我喜而恭听。不知虚名，不管你笑放假。嫂子不必苟气，来向比你死儿。是此次为先聪明。比你一杯夫人请。不枉不愿来门进，王氏何人讨母亲？红帐王泪心王死，好汉如烈不识情。好一个不识情，不识情，就妙好事，就妙好事。吴国兄给你要做了，这叫子无草夫蛇，吴国兄请。小时秋风又一年，中原不上西时山。无人在此地哭，小的该死啊！启禀公子，李贵今日有病。我对你父亲从未亏待，今日因我在归客面前哭哭啼啼，造成私心。啊，三兄，你晓得看来李贵恰富有病。老兄何言得知？李贵他留的是有国人，病在四下。三兄，你错怪他了。你们起来吧。李贵，你下去吧。慢啊，生兄，李贵夫妇与我夫妇早于相亲，有路相通，小弟已有结发心愤，与李贵夫妇共归一杯。我也奉陪。李贵来下，公子施酒，你们就是斟一杯吧。是，请。李公子，你滚！哎呀，老夫人，我本当不该死，这是为了你家后福。公子贤人，今日事态，这陆老夫人是本案的大师子，今天来找你，就是要知道何家天命之后。是啊，我人现在受罚，那我只好自杀了。魏姑娘生来孤来命。四十六岁才能嫁出门，早年出家走厄运，克父克母克公克婆克夫君，女儿家教了苦劳命，无儿无女孤一生啊！南无佛，南无阿弥陀。
子贤人要紧，天命难违。天命难违。公子夫人，第一来了。啊！啊！第一，第一何时到的？今日到吧。就贤王府上，谁知老夫人庙中惊吓，你们谁知赴宴？只因三生但愿返京家书和珍贵法师两件。领宴之时，郑大圣再三嘱咐，要尽速面交，故而过来。啊，师兄，这位是我家舅舅，有名也是蝶影蝶影，也是个岳父母女之交。哈，你们一介夫妇不应礼仪，损失长夜，只为原谅。小弟沈一云，舅母大名，今日嘉陵小院不胜用意，哎，爹请坐。哈，小弟赵世珍，爹，你从江陵来，不知有军情监高。我好闷也，闹哄灵官小朝廷，中间是非不分明，自尊的变的变，说的说，官的官，杀的杀，一交银是何的家国金家的聪明，王家恩典封了老母婴儿孙，幸亏生九岁的孙儿封三品，尽管什么朝廷攻击贼夫，你有几日的脑袋？奸臣此次生生得而死之，历史无声。哎呀，与师兄如此动怒，只出手和老兄与我弟呀。爹心里有师兄是鲁豫氏公子，他大有金币，你有机会。哦，原来是你。李父王作御史官，非得父子父权奸，残害忠良他有恩，真是他三番两次不当公权。呸！你不是无情念旧家，好心一片，今人相为朝廷爱在军边，兵是兵来贪是贪，忠是忠来奸是奸，谁是忠？岳家父子死得穿，还是中张军怕了过，才是奸。你何必明知故犯？老百姓人言困难，他管你们王兵人有情义。爹爷夸一夸女名人清净，此人一去必来报复，不知知道会谁多病一事。母亦不可，郑大人去年去世之后，亦非财政是可比。爹爷不去，不妨暂辞我家，并择一个天下之合。难得少公子忠贞以待，爹们受命就是。这是宝剑一柄，唐大人嘱咐，领圣落公子。书信一封，符册一纸，请小姐领圣。多谢爹爷礼。我有我情况是何？唉，唐大人揭露多事。愿意以顺示弱，这是接到京都诏书之后，秋山上他跃跃欲试，他是使赵飞鹤远征。哦，我离江陵之身，诏书一言，他三日之内启程，他何时去领问？他是小姐
困心，自算命吧。我有一腔怨愤，我
为你费解。我生你父亲，我也不愿多生。你是什么傻话？你有高堂重爱，我是孤苦一生。我是九本子，你是我母亲的亲侄女，何来孤苦之观？明日是母亲五十寿辰，亲朋迎门，你要打起精神，照应里里外外，让母亲高兴。早些歇歇吧。这件老公子怒气冲冲，从沈家回去，说是被蒋玲来的一个人羞辱了一场。蒋玲来了人啊，那有否我兄长的消息？那倒不知道。定是我兄长派人为我五十寿诞送礼来了。啊，夫人，你早点歇歇吧。好，明日一早我来贺寿。嗯。什么罪免了？哎呀，大狮子，幸运是他，你来得好早啊！今日是大狮子五十大寿，平日我功不早到，菩萨保佑老夫人子孙满堂，长命富贵。甚至还不知在哪里呢？乖，母亲。说是蒋玲来了，什么人？哦，是铁英铁爷。那他人呢？他匆匆一来就走了。此来何事？这难道我兄长派他前来，为没有什么？第一声，他走得匆忙。每年我的生日，你父亲总是有心带来。为什么今年为一些东西都没有呢？就他得及我一柄剑，得及危险一只凤钗。凤钗，娘亲好啊！
等我爱，从此我根根记胸怀，不是不再见风采，不知我兄长用心何在，千山万水关在我今日送他来，你找不得是不得偏在今日头上戴，不管敬我万岁万岁。大母亲，当年只是孩儿们恬不知情，母亲不必动怒，你不喜欢为什么不答应也就是了，孩儿不答应也就是了，请娘息怒。要菜要娘你挑选，你不识菜我不敬怕一恩心。母亲，今日是你受亲，何故是此？为信不还，夫人，老夫人，少夫、生父、张父、余父送来礼品，国家宝卷在案受到。老夫人，快到水厅去吧。老爷，你撇下老身好苦啊！哎呀，世子，今日是你的喜日，宁可要紧。请公子、少夫人宁可去吧。你先去照应，我们才二十到。风筝儿断子咋子成？